一台搁一台装有豆油米等等日常用品，陆续搬上车。这总共有400多份的奖品，嘛准备要分送到台南镇来中介收集好，以及槟榔户手顶咯。是咱转数呢，来交予咱台南镇公所。啊，咱就恁就来发了20厘米在进贫户安呢。啊，相对咱其实吼啊，加关心吼啊，咱啊公所这边啊，感谢咱的新马会这的李干事啦吼，甲这的善男信女。关心吼。往年伫农历7月普渡后，真侪庙宇也是信徒拢会将贡品捐出来。今年到咱大天宫嘛是同款，而且阁妈祖会来加入，予原本200份的贡品增加到今年有400多份。到咱地面代表柯良虎表示，为遮会当看出有爱心的人真正侪。我伫遮借这机会来感谢阮信马会全体所有的会员，因热心的参与。啊，甲关心安尼，希望这爱心大家当继续做落去安尼，会当愈年愈做愈好安尼啦。感谢大家啊！满满一个爱心，将由台南镇公所来进行发放。台南镇长张信雄表示，这爱心物资对需要帮助的家庭拢有真实在意义，所以真感谢庙宇甲信徒的协助。当然，我这固定日去拜吼，啊，这普渡固定爱心就拢会日大部分拢带咧就伫厝等咱送在。保平贵安尼，咱看是无啥对因这个收益哦是帮衬真大安尼。这求平安的普渡奖品将送到受关怀的家庭手顶，嘛，大家是真甘心。记者陈新昌报道。